好嘞，我再讲一个，然后让读完老师上来跟你们开导一下。读完老师今天准备很多东西啊，他准备了三段钢管舞的表演，我拿就是这样站着。有题目错了，帮我改一下。所以上第二题，把帅如安改掉，把帅打叉，改丑如安。来念一下题目好，来于翔念一下题目。谁说什么肌肉暴乳凡？看你瞎了是不是啊？闪光肌肉爆裂宇宙帅帅版，什么暴乳版？来，我们换那个丑男安上来。好，我需要自我介绍吗？有没有不认识我的？谁来不认识的举手？靠腰嘞，我后面不认识。原则上哦，因为今天就是帮你上一两题啦，啊，还是跟你讲，因为像去年啊给樊琴老师上的，就是。你们知道今年的高一班开什么时候吗？有没有哥哥姐姐上的？有吧？像怡子的姐姐，就是黑黑的这个，黑黑的姐姐就大黑啊，大黑是礼拜天早上，对，就是礼拜天早上来上被樊琴上这样子，没有啦，上樊琴的课啊，因为去年也是我跟樊琴老师带国三，然后后来升上高一啊，原则上我都跟你们讲，就是你真的有跟着上来到高一的。因为像去年有一个弟弟，就是他去年都成绩其实没有很好，可是后来他到高一之后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你只要跟着樊琴，被樊琴每天上的话，基本上不会有问题。他经过一年，他在学校成绩也是第一名跟第二名这样。那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会考，如果你题目不会写，要怎么猜？因为你们知道我有在，因为我教国三私校嘛，你们知道我有在帮他们整理，就我在整理国三那个会考的考题。你们知道不等式已经连续六年的答案都是 C 了吗？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你们不知道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没有啦，我会跟你讲，如果今年好，这段录影存证怎么办？等下先把它袋子剪掉啊。今年108对不对？哦，好，非常好。接下来已经连续六年的 C 了，所以108年你就知道答案应该是。哦，没有，不是我讲的。如果你真的不会，就猜 C， 好不好 ？OK， 这样送的分数够多了吧？啊，到时候如果不是 C 的话怎么办？好啦，其实到时候如果考的不是 C 的话，我跟樊琴，樊琴就裸奔江子鹏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好啦，原则上还是如果你不会就可以猜啦，因为有些统计的东西其实还蛮准的，他就连续考六年了，可以哈，再一年好不好？再试试看一年。OK， 读一下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原则上今天还是就我跟樊琴老师稍微跟你讲一下高中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有心的，真的跟上来的，其实成绩都很好，应该很多人都有姐姐哥哥的，应该都眼见为凭啊。基本上啦，因为像大黑黑的姐姐大黑嘛，我们叫大黑可以吗？哦，大黑其实成绩也都考，他上次数学段考考100，对不对？高中段考要考100，你要知道那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。好不好啊？基本上哦，尤其你在像我们这种地区，就是乌日这种小的，我们真的可以把你好好的照顾好，好不好？就是被我跟樊琴好好的上这样子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啦，然后再过来，时间差不多就这样了。